嫂子，菜有点。我没有包几种馅儿啊。白菜、猪肉、韭菜、鸡蛋、茴香的，一样都来一点就差不多了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这大白菜了。它的名字叫做卷心菜，大白菜长这样。什么？我挑一个。这个怎么样？娇小漂亮。嫂子真有眼光，我觉得就它不错。好看吧？嗯。好的吧。嗯。好，什么好呀？小时候这么多，越是小的越没有水分。大的水分多。 喜欢吃？嗯，拿了吧。好，这个呢？可以啊。我看队员们都在吃这个，应该还不错。好呀，好呀。老大，你怎么剥我呀？男人吃什么零食啊？男人也是人啊。我想吃这个，可以吗？我想吃的。想吃什么，赶紧拿。好。嫂子，你可真厉害。 平时老大有骂过你吗？果然。果然什么？据说这男人啊，男人对外面人凶的，对家里人都凶，对家里人凶的，对外面人都怂。还有这种说法？真没凶过你？没有啊。他还真的没有凶过我。 对我还真的挺好的。嗯。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你说啥？你看吧，什么叫差别对待？平时我早被他骂了。是吗？<笑> 回乡还得去趟菜市场，老大你还去菜场啊？哎。
老大，这家的菜品比较多呀，哪个是茴香啊？小伙子，这就是茴香。老板，茴香多少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，之前不都是8块吗？今天刚采的，新鲜。不新鲜这不咋黄了吗？来一斤吧。哎，这个青椒看起来也比刚刚超市的新鲜，个头也比较大。本来我买一点。 这都蔫儿吧了，你看不懂啊？多少钱？大嫂，上。他怎么那么会买菜啊？好厉害啊！看我干嘛？没什么。 今天要吃50个，50个。嗯，你人这么小，饭量这么大，我还没包好呢，到时候就被你吃完了。<笑>这个是不是咸不鲜能馅儿啊？机器切的皮不好吃，你不知道吗？嗯，可是机器切的皮方便啊。嗯，我们不是买面粉了吗？哦，这个面粉在这儿呢。 百度一下。哦，你们俩带我出去。没事，我们出去陪我爷爷聊天去。快快快快快快！真不把他了。队长，他在那儿。先吃饺子。2个小孩不会包饺子，去把白菜给剁了。 干嘛呢？给白菜看面相呢？你不是最擅长精细活的吗？那怎么样呢？这比想象中难啊。下次拓展训练真得教教你们怎么做饭了，让开。爷爷，您吃水果。谢谢。大嫂，这个网上饺子的包法这么多种，到底应该怎么包呀？没有工地的人是包不了的。对对对对，奶奶，爷爷最喜欢听唱歌了。 那你喜欢听什么？我可以唱给您。你喜欢听，蔡琴、费玉清？不，爷爷喜欢听《红灯记》，就是那个呢。奶奶，你听我说，没听过？那你爷爷以前最喜欢听这个歌了。啊，那就。 智取威虎山，你也没听过啊？没有。哦。爷爷，《智取威虎山》我完全没听过，但是《红灯记》我听过一点点，你要听吗？真的？来来来，你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一段啊！那我开始了，爷爷。 是，虽说是亲眷，又不像人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爷爷和奶奶。
马上就好了，别着急。大伙儿啊，把这个也包进去，这是给年年的新年礼物，我特地啊没让他看见，到时候啊给他一个惊喜。脏不脏啊？消过毒的。哪去啊？哎，大过年的要发脾气是吧？你以为他当真啊？这万一以后要是分了怎么办？你再说一次。肯定是去吧，啊！记得放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听见什么没有？笑什么呀？你还不都你惹的祸？赶紧包进去。爹妈，爹妈，哎，姐姐帮手，这帮手啊！哦，那我也去吧，爹。不，哎呀，女孩子是要享福的，干活的事情让男孩子做。来，坐。哎呀，陪爷爷吃水果吧。好，爷爷您想吃什么？成吧。行，我给您包。